个委员的意见，还有实际的现况情形，我们来做调整之后，会跟原来都市计划案呢会有一些差异跟对照，我们来做这个对照表的说明。首先，我们捷一呢，原来是在马林车站北侧，是主要的出入口通风井，还有相关我们所提到机房设备设施啊、节能设等等的相关需求的一个内容呢，大概需要用到面积是3771平方公尺，然后来办理涂开。那我们现在替代方式呢，就只有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西侧部分510平方公尺，也是设出入口及相关设施，并且办理土地开发。哦，这我们之所以会办这样，是因为也是参照委员的建议，还有人程的意见来平息，排除掉有产权纠纷的大区块，保留西侧产权独立部分来办理的。那在解二部分来讲，我们原来也是整笔基地3328米平方呢，来办理所谓的捷运的出入口通风井相关设施的使用，并做推开发。那这个部分呢，经过最小用地的调整之后呢，我们就分成两块了。靠近西侧呢是292米平方呢，只有放我们的通风井设施，所以它是用征收的方式来取得。那在靠近东边的部分呢，有1374米平方呢，我们仍然可以来试着去做土地开发来办理。所以这个情形，这个替代方案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也是参照的委员的及人程的意见来做评估分析。然后所以在捷二的部分来讲，我们就会变成两块基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取得方式。那在R03的部分呢，捷三原来是3844米平方，也是把我们捷运的出口通风井及相关转乘设等需求并办推开发。那我们现在也将它调整到只有在西侧的部分然后用1322米平方，除了设置就只设置出口通风有必要设施了，然后仍然可以试着去做土地开发。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个评估的调整之后呢，我们大概会将原来的这个原来编号三个基地的不同的面积、位置，还有它的变更的一个理由的内容呢，我们来搭配这一次的一个提报来做修正对照表，就是如这一张。下一页。对，在针对我们缩小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去试算，刚立志也提到说要试算说我们缩小基地以后呢，要来评估一下说到底还能不能符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包括奖励啊等等。如果说在R04车站北侧，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小基地的话呢，初步评估虽具有开发的效益以及可行性呢，但是呢就很明确的说法定停车位空间是不足了，甚至于捷运转乘设施也没办法摆了。那至于评估方案来说的话呢，如果是按照原都市计划草案，目前呢我们在公展的部分来讲，是1倍法定容积加0.5倍的捷角，再加0.3倍的都更角那我们在试算的时候呢，我们是用1.5倍的法定容积加0.5倍的捷运奖励这容积奖励方式呢来试算的话，我想最高了也全部都没有办法满足室内1平方米的诉求，且现况第三户呢共有20户啊，目前概念设计后建筑户数呢也不足供现有户数来参与分配，除非要将局部楼层改以小套房，也就是说标准层呢每层是5户，然后每户大概15平来配置，才有办法在户数上来讲超过现有的住户那甚至未来基地内采市价征收取得时，因为现在来讲都要办理用市价征收来取得土地，本局预估的部分土地征收市价补偿呢，以101年公告土地限值以2.5倍来计算的话呢，大概需要4.4亿元，那土地补偿费呢就要3.3亿元，建物拆迁补偿费呢要1.1亿元，也就针对这块基地，如果说是全部是用征收的话呢，大概就是要花到4.4亿元。那在本基地土地所有权权人呢，与公展期间内提出陈情意见，最低要求是室内1平换1平，加一个车位目前针对R1车站北侧这个评估的结果来做个说明。下一页。那在南侧的部分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到过了，由于南侧的西侧就靠近西部部分通风井湾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是因为范围面积并不是很大，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办理所谓土地开发，所以直接建议就是采用征收方式来取得，面积大概292平方公尺，地上物有4层2栋，共8户，本局预估土地征收市价补偿呢仍然是101年公告限值2.5倍来估算的话呢，需要到2.6亿元，也就是土地补偿2.2亿，建物拆迁呢0.4亿元这是在南R04车站南侧捷二用地的西边的征收那块的
的一个费用。那在南侧这块基地的东端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用最好用地的范围来设置出口 C， 以通风型的话呢，基地面积大概是1374平方公尺，地上屋呢有4层楼9栋36户。本局初步评估呢，虽然也是具有开发的一个效益及可行性呢，但仍然会有法定停车位空间不足，也没有办法设置我们捷运转乘设施等。然后评估方案来讲，按照原都市计划草案，一倍法隆加0.5倍捷奖加0.3倍都更奖，甚至用试算方案1.5倍法定容积加0.5倍的捷运奖励来讲的评估来讲的话，仍然会有大部分呢的土地所有权人呢无法满足室内平换平的诉求。哦，计算来讲，大概是如果说是采用后面这个方案的话，大概是有5×6的人是没有办法满足到一平换一平，也就是4×4的人是可以的。啊，未来基地落采市价征收取得的时候呢，本局预估金额呢，啊，也是用101的公告限值来加2.5倍的话，全部要11.3亿元，土地补偿费9.6亿，拆迁费1.7亿元。下一页。那在 R03 车站南侧缩小基地的范围的评估及说明呢，我们的一个目前的基地呢是用1322平方公尺来做开发。啊，地上物现况有4层楼的8栋32户，初步评析呢也是具有开发效益及可行性，但是仍然也是会有法定停车位不足，而且捷运转乘设施也没有办法铺设进来了。那在评估来讲呢，用原都就要草案的1.1倍的法隆加0.5倍的捷奖0.3倍都更奖，以及我们用试算1.5倍法定容积加0.5倍的捷运奖励的容积奖励方式呢，全部都没有办法满足室内一平换一平的诉求。哦，未来这个基地若采市价征收取得的话呢，本局预估金额，哦，也是用101年公告限值2.5倍来计算的话呢，总共需要7.3亿元，其中土地费用5.8亿，拆迁费用1.5亿元。下一页。那经过我们刚刚以上的说明，整个针对土地开发基地缩小范围的一个结论跟建议，那我们来初步评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3笔的土地，就缩小的土地呢，原则上办理土地开发呢都是可行的，但是受限于基地面积不大，尤其是北侧这一块，北侧这块仅510米平方，而且配合了捷运的设施的设置呢，也没有办法满足停车位的一个需求，当然已经更不要提捷运的转乘需求了。所以开发后，我刚刚有提到过，只剩下8部的汽车停车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整个都交变更后续的一个规定上来讲，建议有说，第一个，本案的建蔽率及地下开发率呢不予限制，然后本基地的停车空间及防空避难室呢，依当局法第2条规定呢也免于设置。啊，另外就是这个171地下土地所有权的10个人呢，有一户是因为屋地不同人啊。啊，本基地如果以联合方式办理的时候呢，依现行法规之规定，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权利呢系依附在土地上的，所以应由土地所有权人与地上建物所有权人呢自行来协商。那第四点，本案最好开发基地面积仅510米平方公尺，不符合都市更新单元划定，亦不符合老旧设计专案。为减少本府财政支出，避免以市价征收民众土地呢，建议还是可以提高奖励的容积，鼓励民众来参与开发。下一页。那针对 R1 车站南侧的捷二缩小基地的这部分呢，我们原则上是办理土地开发是可行的，也受限基地面积不大啊，并配合捷运的设施呢，也无法满足法定停车位的一个检讨，所以这一块基地呢，我们建议说后续的都计划规定也是在本案的地下开挖率呢不予限制，啊，因为建蔽率是可以达到目前的一个公展的内容了。那在本基地的停车空间及防空避难室呢，也依当局法第2条的规定呢免于来设置，然后针对 R04 南侧的这块捷二基地。下一页。那针对 R03 车站南侧捷三双用地的一个评估的结果，哦，原则上办理土地开发也是尚为可行的，受限于基地面积不大，及基地南侧，哦，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靠近南侧呢是有4到6公尺高差的坡地，需经整地后方得办理开发，及本案应配合捷运设施的设置呢，也是无法满足法定停车位的一个检讨，所以本案的话呢，将来的建议是地下开挖率呢也是不予限制。然后本基地停车空间及防空避难室呢，也依当局法第2条规定呢免于设置。然后另外就是因基地南侧4到6公尺高差这个坡地呢，需经整地后方进行开发，出估整地及挡土设备费用约1200万元呢，需要纳入到建造成本一并来做考量。下一页。那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将它重整成一张需要放宽的条件说明的重整表，也就刚刚所提到，以基地
基地条件来说，在 R04 车站的北侧那个小基地呢，范围只有510米方的基地，希望在侧院的宽度能够放宽，建蔽率也放宽，因为是63.17嘛，我们刚刚试算是63.17的建蔽率，所以建蔽率放宽到65%。那至于侧院的宽度呢，比照车其他退缩宽度则比照车的规定来办理。那在信义线的 R04 车站南侧这块基地的话呢，需要放宽的是车院的宽度，也是希望说是其他退缩的宽度呢比照车院来规定来办理，是希望后续放宽的部分。下一页这边，对，那是在刚刚所提到是 R04 车站的南北两侧必须希望放宽的部分。那这块是在说明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也经过我们后续的一个评估以后呢，我们也将户数由12户穿越户数呢减少到五户，穿越栋数减少到五栋，然后地下穿越户数呢也减少到114户，然后面积呢就剩下了733平方公尺，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调整后的范围，所以这一块就不用划进到我们地下穿越的这个部分。那这张图只是在跟委员报告说，我们当时有调整路线的一个情形。那以上说明，请委员参考，谢谢。好，谢谢那个我们各位委员对那个刚刚检验局的报告啊，还有审查意见的说明，有没有询问？啊？对，陈建，好，那我想这边如果我们暂时没有询问的话，我们是不是请那个陈建人，我们按照那个